为了提升秀林乡公所为民服务品质及了解民众需求，四月份到六月份呢，秀林乡公所前往各村举办了乡长与民有约及基层建设座谈会。乡长王玫瑰率领公所一级主管面对面和民众来会谈。第一个场次呢是在景美村的多功能集会所举办，请听乡民的建议，也解决他们对乡镇事务的疑惑。为了提升秀林乡公所为民服务的品质以及了解乡民的需求，乡公所从110年4月份到6月份之间，前往各村办理乡长与民有约及基层建设座谈会。首站第一个场次则是前往景美村，并且在景美村多功能集会所扩大办理。秀林乡长王玫瑰则是率领着公所一起主管面对面与民众会谈，请听乡民的建议，并且解决对乡镇事务的疑虑，并且会诊各村乡民的建议，作为而后施政规划的依据。刚刚那个你们的建议，那个报散灯的吼，我们会一并吼，标志的部分我们会一并处理吼，今年我们那个已经有发包出去了，就直接做的应该比较快吼。下来神社的刚刚已经讲过了吼，那个秀兰馆长也讲得很清楚了吼，所以那个神社的部分我们会紧锣密鼓的积极去追了。我刚带黑，我在那边民比较牛，那边新路你该弄一点呢，我都功能的呢。跟着你那一带拉开黑呢，要多珍惜。一见面过那个客户我乐色干那你龙街干那个黑的，能看他马那边。你跟着你最近还好有那个舞蹈班没很多呀，他们可能还不太敢进来，可能都是十点以后才进来，所以十点以后进来这边，我们派出所这边就多帮忙了，去巡逻一下。还有我们的灯哦，村长，我们的灯十点有装置，十点自动关嘛，哦，其实我在家湾哦，不会像说也问了家明你三站的新村长，因为这是有一个我的一个骑乘安排，那今年一定会着重在景美，你们家湾这边你们放心，包含我们不是除了这个案子在做，你们后面那个是一个从以前哦，秀林家园的后面那个从以前。阿姐，我阿妹说不贵，吃啊，免吃啊，那个阿些那个盐水啥嘛，他那个啥子干的，这个黑啊，个拉嘛个什么的，对啊，那个你黑人是不冷哦，一进来我的那不冷哦，哎呦，要是腾高了，阿姐那边的呢，阿姐黑啊屋里那设计，明那边的那时间都很冷的，跟着你明那边的新城乡公所协调度里的，跟政府协调的，好不容易摸到的你去年就开始做。做了一起，还有在第二起，还比较火车站里的你，但是今年的包含干了路那么你还水沟你墙面美化这个部分会一起来做。秀林乡公所体系乡民们对现行法令知识缺乏，每个场次特别提供治安讲解以及法律咨询服务，并请辖内分局以及公益联合法律事务所政纪微法律顾问在活动现场进行法律咨询服务。110年乡长与民有约第一个场次，乡民们则是参与相当踊跃。乡长王玫瑰也针对基础建设、高压电塔、排水沟、环境美化、入口设置、市井以及乡内纳骨墙等议题，则是充分地向村民们说明，让大家了解自身的权益。记者九永以前报道。